有这个地整个一楼有记载了很多无可取代30年代的壁画的 mural， 相当的特别哦。那真的是记载了北加州移民的生活点点滴滴哦。其中这个壁画呢是我最喜欢的壁画，它叫做 City Life， 也就是城市的生活。你可以看到这壁画有你看当初这个大家都有穿大衣戴帽子的习惯，然后他们正在 Washington 跟 Montgomery Street 的交叉口之间哦。那你看那边刚好有这个车祸现场，有记者，然后包括这边还有在城市里面，因为这个地方算是很有名的金融区哦，还有人在抢劫，所以我觉得还蛮特别。你可以看到这里，哎 ，City Light， 这是那个很有名的一个 bookstore New York Star， 所以这边有钱人呢都在看股市啊，这个时候还有人在看《泰杂志》，也是年代杂志那时候就有。那这个地方还有警察局呢，警察呢还要打电话，都是那时候没有手机哦，所以都是用这样的电报方式联络。那最重要你还有看到 Auto Ferry to Oakland， 所以那时候你要到 Oakland 呢，你还是要坐 ferry， 坐搭船到 Oakland， 所以其实还蛮特别的啦。那再来你看这边还有一些卖菜的送货员啊，还有 Muni 巴士，你看这边有一个 Muni 巴士，哦，好酷哦，真的很喜欢这一张图画。This is the city life， 30年代的城市生活就是这个样子。